大家下午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正式开始。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公益讲座。那我呢先代表我们侨路基金会哈、啊、来介绍一下这个公益大讲堂哈、啊。那侨路基金会呢是在湾区成立的一个公益组织，主要是为了推动中美民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在北美的华人社区服务。在去年的这个疫情期间哈，那我们联合了20几家湾区的华人社团，成立了一个抗疫救灾的一个组织吧，或者是叫一个联合的一个平台。那一方面呢，我们在募款，然后捐赠 PPE 给医院、给老人社区啊等需要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做各种公益讲座哈，介绍疫情的知识啊，然后呢也介绍，也为华人观众们哈介绍这个人文啊、历史啊各种大家有兴趣的话题。那我们呢这个公益大讲堂呢已经就说成立了，已经举办了，大概现在已经到接近100期了哈。那我们实际上是在去年我们大概就有60多期，那前两年也是办了很多期哈。那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呢是也是向公众开放，那我们也和很多组织来一起合办一些专题讲座哈。那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和北大的南加州校友会联合举办了这次讲座哈。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我们北大的南加州校友会的理事长徐磊来说两句。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本次公益讲座的两家协办单位博雅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哎，很荣幸参与今天的活动，然后也感谢主办方团队的辛苦付出。那博雅基金会呢，是由北大校友发起的，具有美国非盈利组织资质的教育慈善基金会。基金会通过组织各类公益活动，来帮助和推动教育和科技领域里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项目。那北大南加校友会呢，是1985年成立的非盈利组织。校友会为北大校友、为北大之友和南加州各界的华人朋友和主流社会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那这次讲座的主讲人李大兴师兄呢，也是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的现任理事。在我眼里呢，他是历史学家、是文学家，还是美食家，而且就是据说最近还在忙着打桥牌，然后也是我们北大南加校友会合唱团的骨干成员，而且在我眼里更是一位亲密的老大哥，时不时还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八卦什么的，所以特别期待今天师兄的这场讲座，也感谢李大兴师兄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关注，谢谢。好，谢谢徐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主持人素素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座和我们的主讲嘉宾。谢谢大家，我是素素。去年底呢，钢琴诗人傅聪先生因不敌新冠而驾鹤西归，引起众多古典乐迷的哀思和对傅雷、傅聪父子重新的关注。傅聪先生呢，是众所周知的钢琴家。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钢琴国际比赛中呢，得到了第三名和马祖卡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的中国音乐家，因而声名鹊起。那反右运动中呢，他从波兰前往伦敦寻求政治避难，此后几十年间作为独奏钢琴家，举办了数不清的音乐会，与许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也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钢琴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等等，一生致力于诠释肖邦的音乐。那背景的音乐呢，也是他弹奏的我最爱之一的肖邦的升 C 小调小夜曲。那其父傅雷先生呢，也是闻名遐迩的大翻译家，
他一生也翻译了大量的译著，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傅雷呢，也因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卓越的贡献呢，被法国的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驻华大使呢，甚至在2009年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傅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迫害，于上海的家中与夫人双双自杀殒命。那有一句话来概括他呢，我觉得非常的恰如其分哈。这个固执的君子留下顶级的译著及万金的家书，却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傅雷对傅聪呢家教极严，而且呢父爱又至深。140分家书经整理呢，成了傅雷家书广为流传。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人手一本。那傅雷与傅聪文学、艺术、音乐这么丰富深厚广博的话题，谁来讲，怎么讲？那非常有幸我们请到了我的古典音乐的乐友，也是专栏作家的李大兴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傅雷的译作好在哪里，傅雷的遭遇，傅雷怎样影响了傅聪，傅聪的音乐成就等等。李大兴先生1980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一年被选送留学日本，在日本东北大学呢攻读本硕博。80年代赴美，在芝加哥呢定居了30年，曾协助北岛管理今天著名的网站叫今天网站，主持今天诗歌论坛。2015年以来呢，以家读书，财新周刊、经济观察报等的杂志上发表了散文100余篇，也是专栏的作家。作品呢，连续5年入选中国随笔年选，著有《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我猜是讲张爱玲的，还有《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等散文集。前年呢，迁居南加州，参加了当地的华文作家协会及南加州北大校友会，并当选理事。李先生，希望你真正的爱上加州哦。我也拜读过李先生的好多的好文章，同时呢，我也知道他搜集了几千张黑胶唱片，也有一位钢琴家的妻子曾是周广仁的学生，他每天浸淫在文学及音乐里，过着我们许多文青人梦中的日子。下面我们隆重请出我们的李大兴先生，跟大家分享。谢谢苏苏的介绍，这个我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在侨路基金会主办的公益大讲堂来和大家分享，我关于这个傅聪和傅雷的一些，可以说一些谈不上研究的一些感想而已啊。那么我并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我个人呢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刚才素素讲过，我呢收集了很多张唱片。那么呢，我的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每天夜里在一间音乐室里边听一张黑胶唱片。可惜呢，那傅聪收的不多，只有2张。我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张唱片的介绍。那么我们就从傅聪这里开始讲起。那么中国人之所以知道傅聪，其实呢并不是因为傅聪，更多程度是因为傅雷家书。那么傅雷家书之所以有名，又是因为傅雷，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还是讲他们父子二人，叫傅雷与傅聪。讲起傅雷家书，我还是有一点点故事的，因为傅雷家书啊，实际上并不是一部，怎么说呢，谈不上是一部傅雷的重要的作品，可是却是在中国曾经重印了至少7次，卖出了大概是几百万册的这么一本畅销书里边的畅销书。这部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我们都知道傅雷先生被平反开追悼会是1979年，
在1979年，这个从1958年当时被认为是叛逃从波兰跑到伦敦的傅聪先生第一次回到他的祖国，和他的弟弟傅敏两个人在上海这个为傅雷先生举办了傅和他夫人啊朱梅傅女士举办了这个追悼会啊，那么等于是说傅雷得到平反，傅聪也算是被平反，不再认为是一个叛国者，而是认为是一个还是一位旅居国外的钢琴家回到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啊，由于呢他有手头有很多信，都是他父亲在1954年到1966年12年间寄给他的，大约是150多封信。这些信得知到他的存在以后，那么呢他的弟弟傅敏希望能够出版这个家书，找的是谁呢？找的是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先生，也是我们中国老一代非常著名的一位出版家。所以呢范用先生非常的努力啊，上下活动，因为呢虽然傅雷平反了，傅聪也不算是叛国了，但傅聪呢还是在国外是一个怎么说呢，让人感到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啊。在1981年的时候，一个旅居国外曾经有过叛国经历的这么一位钢琴家他的父亲给他的信出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我的父亲啊，和范用先生呢是很好的朋友，我小时候呢去过许多次范用先生的家里边，当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想在三联书店出书。后来呢我这个梦想实现了，我在三联书店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但这个时候很可惜，这个范用先生和我的父亲他们都已经归道山久矣。好，话说回来，回到这个1981年，范用先生打通了这个中宣部，当时还没有出版总署，在中宣部打通了很多关系以后，终于这本傅雷家书得以出版，应该是当时负责这个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笔批示同意出版，大概是这么一个经过。那么这本书一出版，当时我记得啊，这个范用先生呢就送给我父亲一本，所以我是首版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关于傅雷家书我就讲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傅雷家书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关于傅雷家书本身的文学意义和它的价值啊，其实我是和一般的这种流行书的看法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放到最后，当我们返回头来再谈这个事情。这里就牵扯到，就说呢我们还是要回头从傅聪讲到傅雷家书，然后我们主要要讲的是傅雷。那么讲傅雷，从什么角度讲傅雷？我们知道关于傅雷已经有很多文章和著作都出版过，我不想重复别人的话，我会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就是说从中国的翻译文学它的启蒙性和它的历史作用这个角度。那么我们换一句话说，我开始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傅雷与翻译文学。讲到这一点呢，我呢想把这个话稍微岔开一点啊，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讲演，我平常很少做这样的讲演啊，我今天首先感到很荣幸，我也感到很开心，因为这个题目也是我喜欢的。那么我是觉得啊，我这个做讲演呢，我对我自己有很高的期许。我一直认为呢，讲演啊要有 3I， 就三个 I。三个 I 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是 interesting， 就是有趣。这个你要一个讲演无趣，我敢打保票，现在有300多个人在这个线上啊，等到我讲完了就只剩100个人了。所以呢，一定要有趣。有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一个事情要有故事，要有细节，要有很生动的东西。所以讲演不是一个你做科研，甚至也不是一个理论性的著作。讲演和你的讲演者一样，和我们每个听众一样，它是有生命，所以要有趣。
但是仅仅有趣是不够的啊，那我们就讲故事就完了，还要什么？还要 information， 就是说它是有信息的。我们讲傅雷与傅聪，我们实际上不仅仅是讲他们父子，我们也是在叙述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以及音乐。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信息，需要有能够激发人想象的一种东西，这就我讲的叫 information。 那么第三点，我说呢，就是说叫 intelligent， 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期许，我能否做到我是很怀疑的，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座，尤其是公益大讲堂，我们面对的实际上还是中国的读书人的群体，大家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思考的人，我们也是力图、从这个讲座中能够是一种让大家都能够分享 一种思想的乐趣。而且呢，我们讲的是历史，我们是从个人中要有以小见大，因微见著。我所期望的是通过我讲傅雷与傅聪，我们也能够感受一下中国在二十世纪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和它的文学、历史、音乐的命运。这是我觉得是 三个爱的这个要点。那么从这里就讲到翻译文学，我个人我愿意 更从我个人的经历开始。我个人的经历呢，恰好是与翻译文学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我虽然是六零后，但是我从一记事正好是经历在这个文革这个时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文革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八个样板戏啊，连这个小说什么都只有金光大道，金光大道还是七十年代的啊，这个六十年代应该是叫向阳院的故事，我不知道有几位还记得这本小说。那么在当时我们的文化素养是从哪里来呢？可以说就是从翻译文学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我因为文革里边这个家庭受到冲击的关系，所以呢我小学和初中都没有上过，我是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真正的进入这个中学啊，上了两年半三年中学以后就考了大学，之前没有上过学。我识字的过程是因为家里有几本三国演义的小儿书，我父亲当时呢因为挨整在家里边闲居，他就给我念这些小儿书，我就把小儿书上字给记住，然后呢就识了字。识完字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记得文革里边有广播站，然后呢天天广播这个报纸《人民日报》社论，然后1969年有这个九大召开，那么天天都在有这个九大公报啊，红色套红的《人民日报》，我就天天看这些报纸，识的字就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让我能够读懂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0岁、11岁的时候，我非常有幸，因为我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呢，我有很多兄长，还有呢家里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虽然是文革里面，他们还有一些藏书啊在地下流传。那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阅读到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也就接触到了傅雷先生的译笔。所以可以说，我最早接触的小说之一就是傅雷先生的译作，他的那种非常有 power 哈，非常这个有激情而又优美的译文，这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个人启蒙。其实不只对我，对于五零后，对于很多六零后来说，他们都是那样一种启蒙。这一点我觉得呢，讲的最清楚的是已经故去的著名作家王小波，他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诗城》。我父亲和王小波是同学，而且是共同
从四川一起去参加抗日，从四川走到延安的朋友，我们两代世交，所以我是和王小波可以说是共同长大的。关于王小波，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所以不在这里赘述。那么小波呢，这张照片左三是王小波啊，这张照片是在我的这个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2017年出版时首发的一张照片。这个王小波我们都知道，那么他写的小说像《黄金时代》还有其他啊《绿毛水怪》等等，这些小说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都能看出很多翻译文学的痕迹。他自己写过一篇散文，就是说叫《我的诗城》，他的意思就是讲，这点我很赞同，就是说他们是我们这代人是没有诗城的。虽然说起来人家常常说，哎呀，说王小波的父亲，王小波父亲是个很有才华也很倒霉的这么一位老先生啊，如何如何啊，那就好像有的人说起我说，哎，说你在家里边，哎，那你是从你父亲那边有很多家学渊源啊，是不是这样的？我说根本不是这样啊，我们小时候，首先我们那代人子女众多，其次呢时代动荡，有很多政治运动，然后呢父母呢基本上都忙得四脚朝天，根本没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是在野地里生长大的，所以是没有师承的。那么我的师承是什么呢？王小波举出他的师承两个人，在这篇散文里，一个是法国著名女作家玛丽亚·杜拉斯的译者王道乾先生，另一位呢是这个著名的诗人，也是翻译家，诗人的名字叫穆旦，翻译家的名字用的名字是查良镛，他是这海林查家的著名人士之一，是金庸的堂兄。那么小波这篇散文的意思就说，关于文学，关于语言之美，我们的传承都是从翻译文学来的。他特意举了一段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情人里边的一段话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别来告诉你，对我说来，我觉得你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小波呢在这篇杂文里说，道乾先生和梁征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与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这里我解释一下，那么像查良铮先生啊，穆旦先生，他是这个40年代末非常著名的中国诗人，九叶派的排名第一的诗人。那么这个诗呢，因为后来呢，我们都知道后来是革命文学时代，革命文学时代呢，就是说他们都不能写诗，所以他们都改行搞了翻译。这一代文学创作的损失变成了翻译文学的硕果，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当时发生的一种历史的现实。那么这个穆旦先生的诗啊是非常漂亮，也很容易，我念一段啊，念一小节。穆旦先生啊在他晚年写过一首叫《理智和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果时间和空间是永恒的巨流，而你是一粒细沙，随着它飘走，一个小小的距离，就是你一生的奋斗，从起点到终点，让它充满了烦忧，只因为你把世事看得过于永久，你的得意和失意，你的片刻的聚集，转眼就被冲走，在那永恒的巨流。这首诗木南先生写于他的晚年，在他的一生都被永恒的巨流即将冲走之际，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都知道80年代啊，有一个很著名的李泽厚的口号，说呢，这个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命运后来遭受的是叫救亡压倒启蒙。那么我们套用这句话来说，1949年到1979年、1976年也是一个历史上很特殊的时期，那个时期是革命压倒文艺。由于革命压倒了文艺，尤其到了这个文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啊。那么这时在这个27年中，翻译文学起到了一个重大的启蒙的功能。它不仅让人们还能够看到部分真正的文学，而且呢，很多时候译文本身保持了汉语的美好。那么我们讲一讲翻译文学，从可以说，因为1966年到1976年这里边是很少，我们一般讲翻译文学是讲1949年到1966年，所谓17年时期，这个翻译文学的数量，根据研究统计，2/3是前苏联文学，只有不多数，大概20%左右啊，是这个欧美文学，西欧和美国的文学。那么这里边可以说传播最广的译者的著作就是傅雷先生的著作，还有一些是我们后来讲的叫内部书啊。这个如果我们讲北京的地下阅读史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 内部书的传播。那么这个呢跟傅雷先生没有太大关系，我今天先不在这里讲啊。傅雷先生呢影响之大是因为他翻译了一些19世纪的经典，而且他的翻译跨越了现实主义作家像巴尔扎克啊，哲学家如伏尔泰，浪漫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他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他翻译了丹娜的这个文艺，我想啊，文艺史，就是说，他可以说他的翻译著作是概括了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其中他的影响流传最广的作品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和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这里很多人我相信啊都读过巴尔扎克的像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贝宜，那么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更不用讲，对于50后和60后来说啊，早期的人们来说呢，他可以说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我在2016年傅雷先生自杀50周年的那一天，在这个经济观察报上我发表过一篇专栏文章。我们知道1966年是丙午年啊，农历丙午年，所以我那篇文章叫做风云丙午最无情。那么其中有一段啊，就是讲傅雷先生的作品带给我个人的一种影响。我的外国文学启蒙是从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开始的。大约12岁的时候，经常神叨叨地背诵欧也尼·葛朗台的最后一页。他夹着一连串善行义举
向天国行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他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气。这便是欧冶尼的故事。他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不过更为激动人心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有时候会想，关于音乐，关于爱情，也许整整一代人是从这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罗曼·罗兰因为这部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如今看来，叙事宏大、激情澎湃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多属于19世纪，而不是一部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不过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半是授予了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品和作家。约翰·克里斯朵夫之所以倾倒众生，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傅雷先生的翻译。他的译文是如此杰出，以至于中文版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警句俯拾皆是。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也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位自诩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说，傅雷先生等人，用今天的标准看，他们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外语有多好，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但是读他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的中文大致如何。他大概根本不明白傅雷先生的中文根底之深，文字之美与有力。我至今记得傅雷先生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文版献词：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屈服罢了。李老师，这个是他第二次翻译此书的时候的献词。是的，对吧？翻了两次。是的，思思，功课做得太好了。那么我想讲啊，我少年时代我读过四次约翰·克里斯朵夫。大概是读到20岁为止，后来就不读了。后来我改读现代文学，觉得像刚才讲的，觉得罗曼·罗兰太老派了。那么，就像思思你讲的，我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30年代那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是有这个序言的那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竖排本，第二个版本是横排本。而如果这不是我的啊，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是据傅雷的研究家讲过啊，他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翻译的差别很大。为什么呢？就是傅雷先生，这一点呢是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傅雷是终其一生在翻译上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一个人。所以他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翻译过两次，同样他贝多芬传也是翻译了10年两改其版，最后才出版的。所以他的文字啊，如同其他一样，都是说他有这种个人魅力呢，是可以想见的，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的。那么我想讲的呢，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关于西方文学，甚至关于音乐，都是受了傅雷先生当年的这些译文的影响。我至今还记得啊，45年前，我在1975年的日记里曾经写过啊，为了听《命运交响乐》和《英雄交响乐》，专门从我家
坐一个钟头的公共汽车去王小波所在的那个大院里边，另外一家人的家里边有这个黑胶唱机的人家里边去 听这张唱片。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命运交响乐》和《英雄交响乐》，实际上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是因为读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少数人，比如说我当时很幸运，我读了一本1948年出版的贝多芬传。然后呢，这个贝多芬传里面啊，我当时就感到说，傅雷先生他本人虽然是一个翻译家，但如果他自己去写作的话，他会写出非常好的文字。我当时就被他的傅雷在这个贝多芬传的序言里边的一段话啊给镇住了。那一年我15岁，那么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段话，非常有名。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过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最后一句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句话非常反映傅雷先生本人的一种人生观，甚至也是他最后和他夫人能够去采取那样一种死法的思想，或者说性格背景在这里。这里呢，我就开始要想讲的是，讲呢就会要讲到傅雷先生的后面一段，但是在此之前啊，在此之前先回去一下，嗯。在此之前我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傅雷先生啊，他不仅翻译过像上面这样非常具有热情和多少有一点点夸张的文字，他的一笔之好是在另一本书往往被大家都忽略的一本书里边体现的非常的好。这本书就是法国有一个小说家，很多人都把他忘记了，其实在19世纪时候非常有名，他叫梅里美。梅里美的最早的中文翻译应该就是傅雷先生的这本书，叫《加尔曼与高隆巴》。那么这个加尔曼我一说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换一个名字我们都知道是谁了，加尔曼就是卡门。所以卡门最早的译者是傅雷先生，只是当时他翻成了加尔曼。而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既没有看过卡门的歌剧，也没有听过就是卡门的那段非常著名的音乐，但是我读那个小说的时候，他写卡门 那个非常不规则的啊，嘴唇很厚，眼睛极其具有挑逗性而又有彪悍的这么一种容貌的吉普赛女郎的样子，傅雷先生把它翻译的，你13、14岁的时候读了就让你能够一下子记得很清楚，你就知道他翻译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好。而后来等到你听了卡门的音乐看了歌剧，直到现在关于卡门的形象那种定格还是像傅雷先生在加尔曼的译本里所写的那样。这里我所想讲的就是说傅雷先生他的这个翻译的之好，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字漂亮，而在于他的这个
叙述能力和它的准确性。那么在讲完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讲呢，就是说傅雷先生啊，他呢，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他不仅是小说的最早翻译者，那么我刚才讲，他也是罗丹艺术论，所以中国的这个美术啊美学著作最早的翻译家。还有呢，他是音乐贝多芬传，我们都知道他翻译过罗曼·罗兰的三大传记啊，就是贝多芬传、米开朗杰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都是在民国时代他翻译的。这个当时出版的每一本书出版都是轰动一时，而且是都认为是一笔绝佳的。那么跨越了文学、音乐啊和绘画三个领域，实际上他在这三个领域都非常的有造诣。这种造诣本身，那么我们后面会谈到，给傅松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啊。那么就是说，像傅雷先生他这样一个人啊，他可以说他是我们这个翻译文学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翻译文学在像我刚才讲的，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性的作用。这一点往往是我们想起傅雷先生时候未必能够意识到一点，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命运。那么傅雷先生他所起的历史的功用，是我觉得是我们更应该纪念的一件事情。那么傅雷先生后半生的遭际，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有一种文化和历史上的象征意义。李老师，跟你探讨一下好吗？好的，你讲。你刚刚说过哈，这一个就是傅雷先生为首的这一个时代的那个翻译家的那个群体的画像哈，整体来说水平比较高。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查良镛先生的《青铜骑士》，还有王道乾。其实我觉得我还要加一个许渊冲进去哈，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哈。那为什么这个时代翻译家会这么杰出？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 observation？ 会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啊，大概是在这个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中文底子还是打得比较好，古文底子和语文底子都比后来的革命时期的教育呢，不客气的讲，要整整的高一个层次，所以他们的中文根底是很好的。我一直认为啊，我个人学过四种外语，我也多少有过一些翻译的经验，那么我觉得翻译自然外语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你的母语的基本功和造诣，和你对母语的语言美的掌握的能力。这一点是他那一代翻译家普遍具有的一种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的地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涉及，就是说当时有很多出色的本来是应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去从事文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又都是留学一代归来的人啊，所谓海归，早期海归，那么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去做翻译工作，也不是说所选，就是说他也是因为他们生计嘛，在大学里面或在研究机构里面，他们就选择这一条路。那么第三点啊，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实际层面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翻译的著作是质量可以说相当的不令人满意啊，但是我也并不苛责于这些翻译者，就是说这个翻译的报酬啊，在这个现在和当年啊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傅雷先生啊，1949年以后他基本上是没有工作的，他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这个上海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那么大概领着一份干薪，大概可能是每个月100或者200人民币。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于他的这个翻译啊，他那个时候翻译啊，好像是1000字就是1块人民币，那是蛮高的。他跟巴金两个人是唯一的没有工作单位的作家。
哎，对，他们应该是有作家，作家就是说他打成右派之前，他作协是应该给他钱的啊，应该是那个时候他这种薪水应该在200人民币左右，这方面我是蛮有研究的啊，嗯，大概这个文革以前一级教授挣多少钱，二级教授挣多少钱，三级教授挣多少钱，我大概都能背给你们背出来。这个我父亲是三级教授，所以他挣243块钱人民币，那当时就算是很富有的阶层。那么傅雷先生呢，靠这个翻译他可不得了，他这个是，哎，很多人做专门的翻译。还有一位呢，我还可以讲上海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啊，叫钱道孙，我不知道你们谁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跟钱钟书先生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啊。这个钱道孙先生啊，也是一位很著名的翻译家。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工作呢？因为他这个抗战时候，他老人家这个就任了伪职啊，属于汉奸一级别的啊，但是呢，又没有做过太多坏事，所以也没给镇压。日语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是著名的日语翻译家。这个应该是《源氏物语》的翻译者。那么他也是靠翻译就足以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这是文革前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知道文革以后呢，这个稿酬这些呢，随着这些年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变革啊。那么在国内呢，稿酬，创作者的稿酬，写作者的稿酬还是说不断的也有着很大提高的啊。以我个人为例，比方说我这个在经济观察报或者这个财新这种地方啊发表文章啊，一篇文章1000字的稿酬都能够达到差不多700-800人民币，甚至更高一点。可是你们知道翻译文字稿酬多少吗？很多时候1000字还不到100块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研究外国文学的，我们看很多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挣钱。那我怎么翻译呢？啊，比方说我接了 一本书让我去翻译，哎，是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小说，然后我在大学里任教，我就找一堆 graduate school 的 student 让他们去翻，翻完了我最后把从头到尾把译文给润色一下，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这个从革命时代以来传统的叫集体编书、集体译书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翻出来的质量会是怎么样，因为翻译文学如同文学一样，它是一种创作，创作是需要个人的，是需要有个性的，它不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东西，一旦是集体性的东西，质量是无法保证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嗯，回答得很深透，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开始讲另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个傅雷先生啊，他最后的这些年的遭遇和他的怎么说，他的经历，最后十年的吧，可以说最后十年的经历。那么傅雷先生啊，其实跟他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在30年代是对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腐败是相当的不满，30年和40年代啊，他不算是很左倾，但他也绝对是偏左倾一类的知识分子。他在这个194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沈钧儒他们那些，就是在上海成立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早参与者之一。那么这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呢是很忠心的拥护中央政府。1957年或者是1956年底，这个应该是57年初，这个毛泽东啊去上海接见这个文艺界的代表傅雷，因为是上海市上海这个作协的书记，也参加了接见。他这个听了毛主席讲话以后啊，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佩服。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毛主席那一次应该就是在那一次啊，他见到了上海的一个也是一位著名的这个作家啊，叫罗济南先生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那么很多人知道黄宗英曾经回忆过啊，就是说罗济南先生问
说如果鲁迅在世会是怎么样啊？那么据说呢，这个主席的回答是啊，他要不就不说话了，要不就给关起来了啊。这都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在已经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 episode。那么傅雷呢，在这个听了主席讲话以后呢，他很佩服，很激动。他平常是在家只做翻译，很少关心外部事务的，所以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呢，他这个周尔富专门回忆啊，当时上海市作协的应该是党组书记吧，周尔富啊，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应该是这样一个位置，著名的作家，写《上海早晨》的作者周尔富呢，就回忆呢，傅雷呢，你想他那个性格啊，也没有工作，就在家里面待着，他只是挂个名，所以作协开会很不常去，也不常发言。那么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呢，周尔富专门去动员他去，让他来发言。好，我来引一段周尔富 的回忆录啊，这个讲得很清楚。翻译家傅雷，这时是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成员。几个月之前，他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五体投地的佩服。当民放转变为反右，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中共市委、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分会党组书记周尔富后来回忆说，著名翻译家傅雷在民放中说了一些不妥的和错误的话，我和他有些交往，平时出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什么会议，他发言并不积极。这次市委召开了文学界座谈会和宣传会议，邀请他参加，帮助党整风，态度转趋积极，不止一次发言，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个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呢，发言了。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么后来呢，这个1957年5月6号，有一篇著名的社论叫做事情正在起变化啊，这是这个从大鸣大放转向反右运动的一个转折点。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文汇报被批。文汇报的总编是徐铸成，也是傅雷的老朋友。所以呢，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傅雷呢还是想努力的去跟上。他发表了文章批判徐铸成。这件事情呢，后来很多人被认为呢是傅雷的一个污点啊，我倒不是这么看，我一直觉得呢，我们对反右这一段啊，历史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读，我们对于历史人物一定要有一种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了解，或者约就有一种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的这么一种复盘的能力，去看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呢不只是像傅雷先生讲啊，我可以给你讲像这个当时啊非常著名的一些老知识老先生们，像这个金岳霖先生，像这个北大的汤用彤先生啊，他们都写了许多批判自己的同事是右派分子的这样的一些文章，但是最终他们自己大多数也给打成右派了，这是1957年经常发生的事情之一。但是傅雷的情况呢稍微有所不同，他本来并不应该被打成右派。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呢？这个周尔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是这么讲的，柯庆施同志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我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为右派，最多是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对柯庆施的决定我保留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倾向赞成我的意见，
但因为是柯庆施决定，他也没有提反对意见。恰巧周扬同志到了上海，我将傅雷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不划为右派，并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让他检讨一下过关吧。我很高兴柯庆施终于接受了意见，我根据柯庆施的指示找到了柯林同志，傅雷的老朋友，转达了市委的意见，委托他找傅雷谈一下。柯雷欣然受命，亲自找了傅雷，告诉他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不划为右派。傅雷听了很高兴，立即认真准备做了检讨。我把傅雷的检讨送给宣传部负责同志和柯庆施。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下来，仍然把傅雷划为右派。柯庆施除了是中共中央、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时是华东局第一书记，监管江苏、浙江，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柯庆施坚持把傅雷划为右派，就无可挽回了。这一段是黑纸白字的回忆录啊，非常准确地讲了傅雷先生为什么被划为右派。那么我们就知道，因为傅雷被划为右派，傅聪才会从波兰跑到了英国，那么当时被定为是严重的叛国事件。那么傅聪的叛国也自然导致傅雷在国内的这个处境是更加的艰辛。那么他这个到了这个文革的时候，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9月3日，文革开始以后呢，雷这样性格和当时呢上海呢，我们都知道上海是抄家很厉害的地方啊，北京叫红八月，上海是开始于1966年7月就开始有很多抄家的案件。那么开始抄的是就是以这个文艺界人士首当其冲啊，我们都知道当时上海有顾圣婴自杀事件，有这个后边我会谈到，还有一个那个指挥家是被作为反革命枪毙事件，那是另一回事啊。那么音乐界、文艺界人士遭了很多冲击。傅雷呢，其实呢，并不是说被他是被抄了家啊，被批斗，但并不是说被整的最厉害的。但是呢，傅雷选择的方式是，傅雷选择的方式是最极端的。他和他的妻子夫人朱梅馥在9月3号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他是服毒自杀，然后他夫人上吊自杀。那么更为官方的说法，或者说现在一般认为定论的是，他们两个人同时上吊自杀。我们都知道呢，就说呢，傅雷啊，这一生的性格啊，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呢？耿介与孤僻，性格决定命运。傅雷呢，我们可以讲一点点故事啊，就是傅雷呢早年啊，他跟这个著名的画家刘海粟啊，他们在这个从法国回国的船上啊，好像是一见如故啊，不对，就去法国的船上一见如故，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到了30年代，傅雷一回国就担任了上海美术专业学校，就是叫上海美专啊，也是现在的上海美术学院的前身啊，中国的几大非常重要的，就中央美院和这上海美院这前身，实际上主要是以上海为主啊，上海美专的这个刘海粟做校长，就请他去做这个教授兼校办主任。但是后来呢，是因为一件
傅雷的好朋友也是在 美专当老师的这个张贤自杀的事情，两个人就闹得就完全打翻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八卦就说呢，这个傅雷年轻的时候有一点风流，跟这个刘海粟的小姨子啊有过一段这个风流恋情啊。这个呢这个是经常是作为八卦来说被人津津乐道啊。这个也很正常，可以说呢傅雷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过点风流韵事，和他本人性格非常这个倔强和耿直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完全可以并存的一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出的，就是傅雷先生啊，他这个人呢实在是不通世故，然后呢性格又很强硬，经常说话会得罪人，所以呢他一直走哪儿呢都跟人处得不是很好。但是这种性格本身呢也使得他在他坚守自己的原则方面恐怕比一般情商更高的人要做得更好得多。这个傅雷先生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段傅雷先生的，这都是杨绛先生的回忆啊。我为了准备个讲座也读了一些东西，读有些东西非常有趣啊，就觉得杨绛先生和这个钱钟书先生的跟这个应该说钱钟书杨绛夫妇跟傅雷夫妇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在上海孤岛时期呢他们有很多的来往啊。这个1979年傅聪回到国内第一个去看的他的父母的故人就是钱钟书先生。那么这个杨绛啊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边专门讲傅雷的性格，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一段文章我们也可以见识这个啊，这个杨绛老太太她本人的文笔是非常的漂亮啊。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经把伏尔泰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像老虎一样凶，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里带些气愤，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事情险恶。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仕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一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千世界。他并不是天上的鹤翘首云外。这里就是讲傅雷先生本质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当他的书斋，也是说他躲避的栖身之地，在1966年被迫害的时候，作为一个有着传统的士大夫的气节的人，他所能选择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死亡。他的死亡本身不仅仅是说是对中国翻译文学上的一种损失，而是我是认为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怎么说呢？可以说象征着我们这个文化呀，可以说知识分子和文化在从这个武训传开始啊，我们算一算，从1950年、51年批武训传，到1954年批俞平伯，1955年的胡风集团，1957年的反右，1962年的这个批判小说刘志丹，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文化大革命啊，这一串就是说，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这种党内的政治斗争啊，这种执政理念的政治斗争，它是一直波及到了知识分子和文化身上，他们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压迫啊，是我们历史上一段很惨痛的经历。而傅雷先生的个人遭际正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一种反应，这是我所想讲的一个第二点，就是有关傅雷先生的这一部分啊。那么好，我大概再争取在20分钟之内给大家结束啊，5:30保证让主持人能够进入一个 Q&A 的阶段。好的，因为观众已经按捺不住很多好的问题哈。对的对的对，我会加快一点啊。那么我非常想讲的，我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也是一个热爱文学与文化的人啊，我非常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多可以说是高压的时期，可以说是黑暗的时期。可是呢，人性的光辉没有泯灭，文化与文学的烛光也一直闪现，直到今日。那么关于傅雷先生，我最为感动的其实是他身后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这里牵扯到一个上海一位默默无名的女子，叫江小燕。江小燕是什么人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她呢，因为出身不好，而又因为呢，1958年她19岁的时候高中毕业。那么1958年的时候呢，正是反右过后去画这个漏网右派的时候，她的这个俄语老师在学校里边被划为右派，然后呢，就让学生去批判老师啊，批判他。他不但没有批判，他写了一篇报告，交给校方，称赞这位俄语老师。那么，结果是，他的档案里，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学生，但他的档案里边，政治思想品德被评了一个差，而且加了一个说这个人就说思想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上大学，而也怎么说呢，应该说他家里边家境不错，所以他没有能上成大学呢，他就也没有去工作，他就在家里边待着啊，变成这个无业游民，一直待到了1966年，这一年他已经27岁。他会弹钢琴，他是傅雷的读者。他在上钢琴课的时候，这个钢琴课老师家离傅雷家不远，当时傅雷自杀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在上海，所以他听说了傅雷自杀。然后这里面有很详细的故事，我不去多讲。然后他去收了傅雷，傅雷死了以后，他的大儿子叛国，老二呢，因为是右派子弟，右派父母因为是右派子弟，被分在北京当中学老师，所以身边没有亲人。他的这个朱家的人啊，就是等于说他的这个夫人这边的家人呢，也不敢去领他们的骨灰，所以他的骨灰就等于说在公墓那里寄放着。这个女孩子冒充傅雷的养女去领了他们的骨灰，把他们的骨灰领回来，然后交给了朱家人。同时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为傅雷鸣冤。结果是几个月以后他被逮捕，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上海的这个公检法已经完全被砸烂了，这是1967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
上海音乐学院和作协的造反派们呢在忙着打架，所以呢没有人去审他。最后呢他审他的是这个当时的革委会的一些工人来审他。这个工人师傅啊，说实话还是中国的劳动人民都是很可爱的。这个审他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反革命的事情，这个江女士呢就说，我没做任何事情，我只是说人死了，他们的骨灰没有家人来收，我去替他们收骨灰去了。他咬住这一口不放，然后呢这些工人看他是一个很儒雅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而且他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就把他给放了。他大难不死，但是呢此后的十几年以后，因为傅雷这个事情，他一直活得神经兮兮的、总害怕再被抓起来。江女士一生未婚，直到46岁才考到了一个大学学历，晚年在上海美术学院、任教，现在已经退休，已经80岁，现在仍然健在于世、那么她本人一直拒绝见傅家人，直到了1997年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傅雷的二儿子傅敏到上海的时候坚持要求见他，终于见了一面，但见了一面以后他仍然拒绝拍照，所以到现在我们只是通过作家叶永烈的文章知道一个他的名字和他自己本人写的一封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么他有一段话，他写的是，我是觉得写得很好，这是江小鱼自己写的，他说呢，我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有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厄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今日的家生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仍然有一些故事，即使是傅雷先生的惨死之后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到人性之美，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纪念和安慰的事情。好，关于傅雷先生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后面我就想讲一下，从这里、讲到傅聪。那么我们都知道，请放下一页。我们都知道，刚才已经讲过啊，傅聪呢在肖邦钢琴比赛得奖以后呢，他就留在波兰华沙音乐学院继续学习钢琴。那么1958年他就去了伦敦，然后呢当时就说被叛国。我这里写的其实是应该是说呢，应该叫傅聪叛国的幸与不幸，他有他幸运的一面啊。我们都知道傅聪啊，可以说是在朗朗出现之前，中国在世界能够闻名于世界的钢琴家只有傅聪一人。他呢也是这个20世纪后半叶演奏肖邦和莫扎特的重要的钢琴家之一。关于这个钢琴，这个傅聪先生的定位问题啊，我想多说几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呢经常是人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想起来啊，人走了以后呢我们把他想起来以后呢就给他带上许多桂冠，把他说成天下唯一无二的。我觉得呢，这不是一种对历史的真正尊重。傅聪先生呢，无疑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钢琴家，而且是确确实实是中国
在朗朗之前，我们能够称为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的，只有傅聪一人。这一点我一直想要肯定。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世界级的演奏家跟世界的这个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尤其是二十世纪，钢琴演奏家是群星璀璨。我想呢，给大家呢讲一下我心目中这个怎么样分这些钢琴家啊，因为我听很多音乐，我也听过很多人。我说呢，什么叫真正的大钢琴家？那么这样人并不多。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鲁宾斯坦，比方说霍尔维兹，还有像前苏联的李希特这样的大钢琴家呢，他们是这样啊，他们弹什么都是非常好，不管弹谁的作品。不管是弹德奥音乐，还是弹法国浪漫派，不管是弹俄罗斯的这个作品，还是说意大利的作品，他们都可以弹得很好。这个只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世界上不多的啊，这样的钢琴家，我估计二十世纪数起来应该不超过十位。那么，此外呢，是所谓叫大钢琴家之后，我可以称为一种钢琴大家。钢琴大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在演奏某一类或者说某些演作曲家的作品的时候，极其的可以说是成为代表性的人物。这我可以举几个例，比如说这个肯普夫啊，这个贝多芬音乐的诠释者肯普夫，还有巴克豪斯，比他更老一点。那巴克豪斯是我的最大的 favorite 啊，我几乎收集了很多这个唱片啊，但是我必须说巴克豪斯。就是弹贝多芬弹得特别好，他弹别的并不是说那么棒啊。那么还有呢，像我曾经专门写过的一位命运非常这个曲折的女钢琴家，可以说二十世纪最早的伟大的女钢琴家哈斯基尔。哈斯基尔弹这个莫扎特，那是绝对的，到现在仍然是非常一流的。我个人认为是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这个比较容易引争论，因为比如说他之后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女钢琴家叫海布勒，也是诠释这个莫扎特非常有名的，有内田光子。对，那么我再想说，那么还有呢，在这样的其他的另外的很多这个著名的钢琴家，我把他们称为著名钢琴家，就是说他们呢和世界的一流作，他们都是这种英文叫 concert pianist， 就是说演奏会音乐家，演奏会钢琴家，音乐会钢琴家 ，concert pianist， 就是说他们以开音乐会为主要。音乐会钢琴家的标准是一年要开不少于100场的音乐会。这个你去想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体力上和精力上啊，和这个怎么说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样的很著名的音乐会钢琴家，傅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像内田光子和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这个叫老塞尔金的儿子啊，鲁道夫塞尔金的儿子叫彼得塞尔金 Peter Serkin， 去年刚刚逝世，倒并非死于新冠啊。那么就像这样的钢琴家是有相当一个人数。那么我们还有比如说也是傅聪本人的好朋友，罗马尼亚钢琴家叫这个卢普，很多人现在还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流钢琴家。那么傅聪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呢，傅聪的本人呢，他的艺术生涯呀不是很长啊，他真正的这个艺术生涯是在60年代到70年代，他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概20年间开过2400场音乐会，录制过50多张唱片。到了80年代，他开始呢，首先呢，他开始因为能够回中国了，他是一个非常，我可以说，傅聪先生是一个非常，我不说为爱国，我说为他对故国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的人。他从1979年以后到1989年，10年间每年都回国开音乐会和做教学。那么到了89年，我由于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有一段非常的愤怒，很生气，所以他有若干年他没有回来。后来呢，他又听劝，又重新回来。
我有一位可以说是微信的朋友吧，他是上海音乐的音乐学院的钢琴系的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钢琴家，他曾经回忆傅聪先生到他们那里去讲学，然后给他们示范弹莫扎特，他的回忆就是他听了傅聪弹的莫扎特的第一个音，他就几乎他就说他就几乎就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那样一种感觉。所以就说傅聪先生弹肖邦和莫扎特是非常的出色的，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在其他的钢琴家能够怎么说叫做通吃的那样一种通才。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但也是正正说明他所的文化传承里的一些基因所在。那么我这个图像里边啊，这元兄如果找到的话，有一张有唱片的，就是我个人收藏，我有两张这个傅聪的唱片，黑胶唱片，有一张我这个因为还没开箱，还没找不到了。我找到这一张呢，是有傅聪叫 Best of Chopin， 就是肖邦最好的作品。那么其中的主要的演奏者就是傅聪先生。傅聪先生这个演，他和他一起演的这几位都是六七十年代非常著名的钢琴家，其中有一位叫做斯柯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唱片在左下角。那么这个斯柯达就是和前不久过世的叫德布斯，所谓叫东欧三杰，这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顶尖的钢琴家。那么傅聪呢，大概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傅聪呢的钢琴呢有什么特点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印象，就是傅聪先生啊，他的弹琴里边还有呢，就你如果你读过傅聪的一些文章和他的访谈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傅聪先生啊，他的弹琴是非常注重的是音乐中的美感和音乐性，然后他的欣赏，他的喜欢的作曲家和曲目都是非常古典主义的，他不是很喜欢二十世纪的作品，他也不太去演奏。他呢对郎朗有过评价，但是对郎朗的技巧非常的赞美，但是对郎朗的曲味不甚认同。这些都跟他本人一直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和从父母那边有从父亲那边继承的这种文化基因啊，对于文学啊，对于美学的这种热衷热爱，这些跟他的整个的这个作品演奏的风格和他的审美都是有重要的关系的。然后有一点，傅聪先生呢跟这个他父亲是非常的像，就是傅聪先生大概跟他父亲一样脾气也不是很好啊。那么当年呢他来这个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的这古典音乐听众啊还这个缺乏训练，所以呢可以想象呢这个 manner 不是很好啊，就是不太懂规矩，其实现在也还是不太懂规矩啊。像我前年回去听在这个国家大剧院听这个应该是听贝多芬的一个交响乐啊，每个乐章中间我们的观众都是听众都是特别的热情要鼓一段掌。我们都知道听一个交响乐一定要听完三个乐章或四个乐章以后整个作品完了再鼓掌，可是我们中国这边呢经常会中间还会鼓掌，但是呢不至于像七八十年代傅聪先生在开音乐会的时候不断的有闪光灯出现给他拍照，他被受了很多干扰以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啊，他在台上发了一次脾气，这一点也很像他的父亲，就是说会发生暴怒的情形，然后呢对自己和对艺术有着很高的追求。
我们说完副中间者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呢有一些地方我稍加省略。那么我们说完傅宗先生以后呢，我们再回到啊这个傅雷家书。傅雷家书这本书呢，在中国的流行程度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流行。为什么呢？主要一个原因，他被我们中国的这个家长啊认为是一个教育题子，怎么说呢？非常有助于教育子女的这么一本经典文献。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误读。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读一读杨绛先生回忆啊傅雷的文章，还有其他人一些这个人回忆傅雷的文章啊，他们这些朋友对傅雷先生教育子女都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傅雷先生据杨绛回忆啊，他比方说杨绛和钱钟书到傅雷先生家做客，傅雷呢是坚决不允许小孩在旁边听的，小孩都得去做功课。然后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呢又很爱听，因为钱钟书这个人讲话非常的 有趣啊。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多次听钱先生，我有幸啊听钱先生讲话啊，风趣，非常有风趣，非常有意思。只是我有时候我们学养不过，听不太明白就是了。那么傅聪和傅雷在外面偷听，然后呢傅聪先生一打开门看见孩子在外面偷听，就开始大骂孩子，每次都要把孩子骂哭为止。你就可以想，其实有客人在，你这么样骂孩子并不是一种很高明的教育方法。但是傅雷家书就成了一个教育史上的经典书籍啊。而实际上傅雷家书呢，可以说呢，我敢说中国的绝大多数读者啊是知道傅雷家书，并不太清楚傅聪的音乐是怎么样，也没有读过太多傅雷先生的译作。那么傅雷家书本身作为作品来说，它的文学意义，我一直要强调它没有太大的文学意义。但是傅雷家书有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它有非常重要的史料意义。如果你读过傅雷家书，你就会发现啊，这些信里边是很有意思的。开始写信的时候是1954年，这个傅聪去留学，信的最终的终止是到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的时候。顺便说一句啊，当时我相信啊，当时呢有关部门呢还是对傅雷先生相当的网开一面，允许他和儿子通信啊，这个还是。这个后边呢有几种可能性啊，是不是请他给孩子做统战工作还是什么的，这个呢就还有待考察。但是总之呢，他一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开始，傅雷先生呢和傅聪之间有着相当多的通信啊。那么这些通信里边的内容我们去看一看，那么自然有非常感人的父亲对孩子的那种思念与关怀，这是不用讲。这个傅雷家书能够打动非常多数人的最主要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学习历史人角度来说啊，我并不太注重这本书的这个文学性和它的教育性啊。从一个学习历史的角度讲，当然不用讲啊，它父子之情也是一回事。那么更重要，你可以看到傅雷先生本人在写这些信的时候他的一种心境。还有呢，他刻意避写了很多很多事情。有一点是让我非常怎么说呢，我也是为了准备这次讲座啊，我在对傅雷家书呢做了部分的重读，不是全部，因为太长了啊。我有意，但是最后一封信是让我非常感慨的。傅雷到了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啊，写的是生活中，这时候文革刚刚开始，生活中困难重重，
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做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信写到这时候，你会有一种从学历史的角度，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触。至于他傅雷先生真实在想什么，实际上你从信里是看不出来，但是正是从这些很细微的地方，你也能够从信中，从傅雷家书中看见一个时代。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时代，傅聪才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傅聪的幸运在于，他与同时代的钢琴家相比，他真是非常幸运。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名钢琴家，本来也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钢琴家的，一位是女钢琴家顾圣婴，年龄也跟傅雷差，这傅聪差不了几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是和他母亲和弟弟也是在上海，也是在这个文革里面，全家自杀。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相对来说命运要好得多啊，至今仍然有时候还会，好像去年还来过南加州啊，去年还喜得贵女的刘世坤先生啊。这个刘世坤先生呢，当年也是很棒，1958年是柴可夫斯基，这个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二名。但是呢，坦率的说，他后来作为演奏家的成就跟傅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刘世坤先生后来他第一位夫人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啊，那么到了文革里边，多少也因为他是叶剑英的女婿啊，这个刘世坤呢被关在监狱里相当长一段时间，据说还手还挨过打。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是到了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啊，到了这个1973年波士顿乐团吧是来访的时候，刘德海和刘世坤就出现了，刘世坤演奏了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啊。那么这些故事说明呢，与同时代的钢琴家相比，傅聪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他的不幸则是他从此，他是一个非常眷恋故国的人，无时无刻想回来的人，但是他从此远离故国，正像这个李陵的鲍仁安书里讲的，远托异国，这样一种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么一种处境，这也是他最终是死在伦敦而非死在故土。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也是为了怀念傅聪这样一位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一位非常高尚的音乐家钢琴家，和他的父亲也是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傅雷。谢谢大家。谢谢李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可以 spotlight 李老师吧。李老师，有不少人的问题哈，非常精彩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傅聪弹的 Mazurkas 你是怎么评价的？傅聪弹的马祖卡，说实话啊，傅聪弹的马祖卡，我不敢对马祖卡有特别的评价，因为我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傅聪弹的肖邦啊是非常的好听。怎么好听法呢？就是说，你去看傅雷家书里也提过啊，傅雷家书里提过是我忘了，他提到是一位西方的一个音乐一个钢琴家评论这个傅聪啊，说他的这个弹琴的这个 touch 啊，这个触键，
有了很大的进步，使得他琴声呢非常的晶莹。然后呢，傅雷先生在家书里想啊，说这个大概就是古人所说叫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一种感觉。对，我想这位对这位观众，他其实想问，就是他弹的肖邦的马祖卡是怎么样，因为他得了最佳的马祖卡奖。马祖卡肯定是弹得非常好，但我因为不记得他弹的马祖卡，我只是说他弹肖邦的时候，他弹肖邦的特点是非常的轻灵，不重，非常的轻灵和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声音非常讲究。这个总体来说，傅聪先生弹琴属于呢非常讲究，但是不属于非常有力这种类型的，属于讲究和细腻，可以这么说吧，经营琴声经营细腻，但是他不是那种说具有非常 powerful 的表达力的这么一个钢琴家。好，我不知道我能回答是否能让对。还有就他我记得他有一个访谈里面他说到 The true original is original， 他非常注重体会，就是作曲家他的心态，他想表现的意图。这个实际上呢，牵扯到古典音乐一个非常到现在为止仍然争论不休的，所谓就是说，究竟是演奏家和指挥家的主观诠释是 subjective 还是 objective 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傅聪先生在这方面，我的感觉他是比较倾向于要忠实原著的，所以 objective 这个是战后的主流。所以他会强调非常讲究 original。 对，太好了。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在问哈，如果傅雷和他的太太，他们有没有机会解放后出国？这个问题是这样啊，我不认为啊，是这样，我们可以这么讲，就说呢，傅雷先生在1949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是没有想过要离开的，他不是那个想要离开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这是我刚才讲，他本人是比较左倾的，所以他是选择的是留下的。那么我们基本上从当时的知识分子光谱来讲，绝大多数人80-90%人都是选择了留下，选择离开人是非常少，而且选择离开人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我这里可以 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张爱玲跟傅雷有一点点小八卦，我可以讲一下啊，就是说呢1944年傅雷先生呢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这个张爱玲的作品，对张爱玲有褒奖也有批评。那么这个从傅雷的性格来讲是很自然，傅雷这人是属于说，我是很能理解啊，我个人也有这个毛病，就属于说不爱夸人啊，一张嘴的都是属于不吐象牙的这类的啊，所以傅雷一开口就是批评的。那么张爱玲呢，据说就是完了以后听说这篇文章就很不高兴。你想张爱玲也绝对是一位很才气纵横，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啊。那么他就写一篇小说来这个暗讽，就是傅雷和这个刘海粟的这个小姨子叫程家流的啊一段恋情，以此为背景写过一篇小说啊。那么这个到了晚年呢，张爱玲曾经自己承认过，当时影射的就是他们俩啊，这都是有张爱玲的亲笔记可做这参考的。那么傅雷当时对张爱玲的批评本身里边有几个倾向，一个是他们两个人啊，可以说这个文学趣味是不太相同。傅雷先生呢喜欢的是巴尔扎克、罗兰这种19世纪古典的这种小说，而这个张爱玲本人呢，他实际上是有非常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出，就是他未必真正的那种学院派的读出来，但是他的直觉上讲，他是非常有现代意识的一位女作家。这两点呢使得他们会有一定冲突。那么另一个冲突就是说，当时这个傅雷先生他的很多观点很多看法，他会觉得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障碍已经不够进步。嗯，这一点呢是可以说呢是傅雷先生，我一直认为这个种思想现象是傅雷先生和当同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不是说不可以离开，而是说他们选择不离开。太好了，谢谢。还有一位听众呢是肖邦迷哈，他就也是傅聪的迷，他说我最喜欢傅聪先生演奏的肖邦的第三十三作品33号。然后呢对比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演奏呢，他觉得一点都不逊色。非常好。这个我个人啊作为一个爱乐者来说，我们啊这些喜爱听古典音乐的人啊，往往是比这个专业人士啊对于音乐有着更高的热情。然后呢我们会每一次听这种音乐会有自己的听感，我个人也写很多听感。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评价，我还是觉得呢我没有这种音乐背景，我不敢做这种评价，说孰优孰劣的这种评价。我只是说此时此刻我的心境可能听傅聪弹肖邦感觉更有感觉，而霍尔维兹和鲁宾斯坦弹的肖邦我当时听了没感觉，我更倾向于是这样一种评价，所以我未置可否啊。我也同意，我也不敢评价。但是呢我觉得有一段文字哈，我记得前一阵子看过 Hermann Hesse， 他是 German born Swiss poet， 他是德国生，瑞士籍的诗人、小说家，也是画家。他对傅聪，而且他以前也不认识傅聪，但是呢，偶然听到了傅聪以后，他就惊为天人哈。他的评价是，他觉得 the pure gold of Chopin himself playing， 他觉得他好像听到了肖邦本人应该就是这样 play 的，这样演奏的。然后呢还有很大的一段描述，然后说 it was a wonder。 所以我觉得就像傅雷对傅聪的要求一样，先做一个人，然后呢是艺术家，然后是音乐家，然后是钢琴家。所以我觉得他傅聪本人他其实诗词歌赋啊，丹青妙笔啊，还有中国文人的品味，就如李老师说的，全在钢琴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讲究那种通感，还有那种通感和悟性啊。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有这种很多背景，从很高的那种层面来听他的音乐的人更能理解他的音乐。是，这点我很同意。就是说呢像傅聪啊的特点，就是傅聪本人他不只是一个演奏家，他更多是一个文化人，而且他也更注重的不是钢琴的技术层面，而钢琴的美学层面，或者说钢琴的就演奏的音乐性。这我刚才也谈到，就美学、美感和音乐性是他对于音乐的要求。这本来也是，实际上呢，无论是这就可以牵扯到，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这个喜欢郎朗和这个不喜欢郎朗经常分成两派人打架啊，对吧？对吧？其实呢，我一直想非常的客观的讲，就是说。像郎朗这一代音乐家，这一代钢琴家，我听郎朗、王羽佳呀，听张浩晨，我都听过，而都听过现场。他们在技术上，他们绝对是无懈可击。这一点，我相信傅聪先生如果在世，他也会同意。因为傅聪先生每次都在讲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不好好练琴，所以他在技术上有着很多缺陷。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不够练的缺陷，而是说也是体力和身体，对吧？因为钢琴，说实话。他所需要的天才就如同其他一样，跟身体条件都是有关系的。体力活也是个体力活，也是个体力活。傅聪他在访谈中，对，他也提到过，他的确承认，他说他们的童子功不得了，他说好的有的时候像杂技。对，但是呢年轻一代钢琴家实际上大家都会有这种问题啊，并不是说他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钢琴演奏家往往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达到巅峰，小提琴演奏家要稍微早一点，因为小提琴寿命短，小提琴演奏家能够拉到60多岁就不容易，但是他也是要在30-40岁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一种成熟。这就说明了，就是音乐的演奏本身啊，跟这个
跟这个技术是一个基础，所以基本功在哪里，但是很多问事情还是最终要在你的这个怎么说，你本身的各种整个的文化沉淀、文化积累和你的素养的一个整体的对作品的理解和表达的诠释的方式的这个清晰度，这都是还是跟着年龄都是有关系的。这就好像我个人喜欢听的，去年刚刚退休的这个荷兰大指挥家叫海丁克啊，海丁克的指挥，我最后一次听他指挥他已经88岁，但我一直觉得他在80岁以后达到一个我在文中称为半人半仙的境界。对，说明就是说音乐是无止境的。那么我也很期待，就是说年轻一代的钢琴家，他们能够像傅聪先生这样一直有所追求，那么就都会有进阶。非常认同。哦，李老师，还有人问起哈，因为傅聪第一次婚姻是与梅纽因，就是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结为夫妻，后来呢又离婚了，然后呢一度呢。离婚了以后也许是会遭到迁怒哈，一度呢被梅纽因封杀，你对这段史实了解不了解？我听说过这段史实，但是具体真实到什么程度我并不是很清楚，而且这种我个人把它作为八卦来听，不必特别当真，知道吧？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中国人这个对于这个八卦的关注程度往往是更高一些啊，对吧？对，我认为就是说呢，如果你真正演奏的话，实际上有一点，以客观上讲，就至少傅聪根本没有被梅纽因封杀掉啊，因为傅聪跟他的梅纽因女儿是1969年离婚的。傅聪在这个世界乐坛上的活跃，一直到80年代初都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嗯，还有一位听众呢，comment 了一下，他说民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段短暂的回光返照，80年代呢也是一段文化自由发展的小高潮，剩下的呢就是不咋地。所以呢我也对你是不是可以评论，因为特别是您提到了北岛，曾经主持北岛的今天，也可以评价一下吗？首先呢，我想说，就是说呢，这个民国时期跟80年代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是呢，我倒是很同意，就是民国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转型阶段，确实是群星璀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在这个转型时期，无论是在哪个 field 啊，哪个这个领域啊，都会有很多所谓这个新旧兼具的人物。这就像陈寅恪先生讲的所谓不中不外啊，不古不今，这是陈寅恪先生自谦的之语，实际就是新旧通吃，又有旧学的根底，又有新学的这种怎么说呢，规范或者学术规范，这一代学人可以说是不可复制的。那么到了80年代呢，我为什么说没有可比性呢？我们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啊，80年代的学者来说呢，八十年代是在经历了近30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1949到1976年的27年闭关锁国之后，那么重新开放，我们重新又吸取了各种新学进来以后啊，这个一个新的很开放的时期，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新一代学者这个他们旧学根底已经不存在了。对，就好比怎么说呢，我的同龄人或者我的兄长这一辈人啊，他们中间能够阅读古文的人非常少，能够写古诗词的人也非常少，所以呢中国的本土的母语文化是经历过一次很大的断裂的，这种断裂造成的一种伤害到现在仍然存在，这是我的认为的一点。那么我们再回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确确实实中国历史上的几大转型时期的文化璀璨，它是其中之一。民国时期可以类比的是什么呢？是春秋战国，是魏晋南北朝的。宋朝都算不上吧？宋朝不能算，但是宋朝实际文化水准非常高。对。那宋朝
它不是一个开拓的时代，它是一个 consequence， 它是从前面积累到那里的一个结果，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然后就我们知道就因为蒙古人的入侵啊，这我们就知道劣币永远是在文化上，劣币经常驱逐良币，文化落后的文化经常征服先进的文化，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不断重复。对，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有的 comments，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惨遭迫害，就与欧洲的犹太人惨遭迫害有一个相同的原因，犹太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需要同样的反思。你能 comment 一下吗？你的想法？我觉得这两者也是没有任何可比性。你这个问题本身，我个人不太赞同啊。这是第一点。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呢，我们怎么定义知识分子？中国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西方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是不存在。中国存在是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士大夫阶层本身是有非常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这个怎么说呢？他们是这个文化与道统的这个承载者。一方面，他们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们也是一个现实政治的拥护者。这两者完全不同。同时参与者与拥护者，这一点跟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背景是不同的。西方是从神学院然后转到大学里面，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曾经在这个民国时期有过一个萌芽，那么到了这个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呢，其实就基本上都给掐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这四十年改革开放啊，我也不认为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这就不好说，一说话又都是不同象牙的说法啊，就是比较敏感。我的很多同学，我认为他们的学问还是不够，不配称为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位观众评点哈，他说傅聪有一颗波兰的心，因为肖邦是波兰人，他理解肖邦。离乡背景，生离死别的这种人生际遇啊，所以他也能谈出这种心境。这个完全可以。你怎么？对，他会有他很独特的感受，这点我完全相信。因为傅聪先生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属于说，我们从他的信里面啊，从他的后来一些访谈里面，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乡愁吧，我可以称为，或者说一种对故国文化的这种怀念是非常之强。对，还有一位观众哈，他真的是肖邦迷啊，他也是来 quote 一下傅聪先生说过，他说马祖卡是肖邦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有很多人即使是他的其他的肖邦的作品弹得不错，但是碰到马祖卡也是束手无策，因为他的对民间舞需要有很多的了解，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马祖卡的那个变化是无穷的。但是我听过有一次听过肖邦的傅聪的访谈，他说他对马祖卡好像是就觉得很自然，他不用 struggle， 他觉得这是天生的活，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 comfortable。 对，所以我认同。我会这样讲啊，怎么说呢，这个牵扯到一个演奏者对原作的诠释的问题。 OK， 这个演奏者实际上在诠释作品，尤其在音乐上是有着相当大自由度，所以呢实际上傅聪先生诠释肖邦的时候，他所诠释的里边自然会有一种跟他个人的中国背景有关的东西。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听过一些，我可以举个例啊，我们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他写的这个芭蕾舞音乐，比如说火之舞，对吧，我有一年呢买了几张火之舞的唱片，有一张是斯特拉文斯基自己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自己指挥自己作品，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五个版本里听上去最平淡无味的是作曲家自己指挥那个版本。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作曲家本人他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把它想成了一个芭蕾舞音乐来创作，所以他的演奏是最
符合芭蕾舞音乐 的特色，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配角，而其他的四位都是很著名的指挥家，他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作品去演绎的时候，他加了许多 color， 许多装饰，许多东西在。你让我想起有一段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是卓别林的模仿赛，他本人呢也去模仿，也去参加比赛了，结果他没有赢，他名落孙山。对，同样的道理。这就我们讲嘛，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个意思。对，我也记得有一位指挥家说过哈，你要弹一个强音，其实有一万种强法，完全是看你怎么演绎，怎么理解。是的，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在音乐方面，甚至在历史方面，有你，我希望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不管它是在文学的、历史的，甚至音乐上，它的理解方式本身啊，是有它的所谓共通性的，所谓有共性的，或者说需要的一种相同的悟性。我们中国人呢，可以说我们，尤其我们这代人啊，这个生在新中国，赏在红旗下人，我们从小受的这种唯物主义教育以后，我们都是要总要寻找一个独立于自我之外的所谓叫客观的真相、客观的存在。可是其实那是不存在。你所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真实的世界。好的，好的，谢谢李大兴老师啊，谢谢我们的素素啊。那今天这个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对傅聪和傅雷的介绍哈、啊，然后呢也有很多这个跟主持人啊跟观众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心灵上面的交流哈、啊。谢谢李大兴老师，在这个周末宝贵的时间哈，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讲座，谢谢，好，谢谢袁兄，谢谢叔叔，非常感谢你的非常详实充分的准备哈。然后呢，我想我们离开之前呢，我也想用一句傅雷家书里面的话：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所以呢，希望我们观众也是疫情期间呢，享受孤独，享受艺术，也能享受和你分享艺术的朋友。李老师啊、用你朋友王小波的话来结束，祝你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到明天再说。谢谢你，下次见。下次见，谢谢。